Hey Siri，麦当劳。我找到几个离这里不远、符合 McDonald 的地方。第一间是在基隆市中正区北宁路250-8号的 McDonald 麦当劳，基隆北宁门市，从这里往东大约2公里。请问这是你要找的地方吗？不用了。好的。Hey Siri，肯德基。我找到几个离这里不远、符合 KFC 的地方。第一间是在基隆市仁爱区中二路13号的 KFC 肯德基，基隆中二餐厅。从这里往西大约3公里。要试试看这里吗？不用了。好的。Hey Siri，星巴克。我找到几个离这里不远、符合 Starbucks 的地方。第一间是在基隆市仁爱区港西街62号的 Starbucks 统一星巴克海景门市，从这里往西不到2.5公里。要试试看这里吗？不用了。好的。Hey Siri，火锅。我找到几个离这里不远的餐厅。第一间是在基隆市仁爱区的吉鲜88锅，从这里往南大约2公里。你要这个地方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吧。Hey Siri，寿司。我找到几个离这里不远的餐厅。第一间是在52路的仁爱寿司，从这里往西大约3公里。要试试看这里吗？OK。好的。需要帮你取的路线吗？走吧。